我们四个人在一个寝室里面，然后你就演一个机器人保姆，然后天天伺候我们就可以了。对。可以吧？好吧，定了，好吧，就这样。嗯。真的呀、啊真的，导演跟导演确定过了，导演导演很、OK、导演说这个 idea 很 good， 很对，很喜欢。对，到时候那些特效帮你加一加，做一做，把你弄得跟真的机器人一样。对，到时候还要帮你充电。对。不好吧？还可以咯，我觉得挺赞的，就那种特效大片，你知道吗？嗯。你还可以飞。好啊，好啊，好啊，那可以吧？啊，可以啊，就这样了。我们的组合名字叫凹。为什么我叫凹？嗯、对，为什么我们叫凹？我不知道啊，可能是因为……我不知道啊，一切尽在不言中。好，我们现在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了，开不开心？开心。快不快乐？快乐。拜拜。印度的歌曲真的让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It's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window and window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five and six and seven and eight. Open, strong. 哎，我好像突然找到节奏了。Three, four, big, open, yeah, but faster. Now, five and six and seven and eight. 让我们边唱着由印度歌曲改编的中文歌曲，一边跳印度舞蹈。As far as dancing is concerned, you know, I don't think, you know, you don't need to be technically perfect as a dancer. I feel that the joy of dancing comes more from your face. So if you enjoy it and if you're having fun, it shows. 我觉得是好听的，是有趣的，是好听的，而且跳起来那个氛围欢快，很嗨。我们可以很完美的把这个秀，对，那一场秀是绝对没问题的。的时候把所有的问题基本上都出了一个遍的那种感觉，小到可能掉个东西，大到是身体出状况这种都会。谁都不重要，尽管人们不管付出多少 ，Come on。欢迎来到新世界。平时都不好好走路的人让我跳舞，我觉得太难了。我们是新人，我们已经没有再下降的空间了。我觉得今天我们五个人都面临着心态要崩的一个边缘，就是已经很难受。对，去，然后我们四个把你，哇！你这么有包袱吗？
在流星花园剧组我们相处的都很愉快，现在之后面临的就是宣传期，其实宣传期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在一起有这种机会共同努力做一件事情真的很少很少见。然后其实刚刚希泽说，他说他很怕明天出状况，其实我一点都不怕，我觉得无论明天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会成为我们人生中难忘的回忆。给自己加一个油，我们最后就结束了今天的采访。小动作啊，小动作，小混小混，来三二一走。